Out of nowhere, we went TV shopping. 垂直放吗？对啊。他那反而不喜欢垂直放。他有时候不喜欢垂直放啊。他有时。没有讲。Front foot。这样可以吗？So, 我们刚拿了一个报税的，然后还有可是啊，换了一台车了，这个比例有点好笑，走吧。12克的 protein， 还是要这个只有5克，但比我们很熟悉的牌子，还是要这个有21克。还是要这个呢，这也是21克。我们吃吃看这个好了，没吃过，吃吃看。我刚才拿了看。That's all we got。今天来找看看有没有所谓的好事多佛跳墙。他早在2-3个礼拜前就吵着说要吃佛跳墙了，结果我就这两天在 Costco 的 Facebook 版上看到有人 po， 然后大家开就是热议起来，所以希望我们还买得到。我先搬了我的牛油，找不到，他们没有卖，还不温的耶。哦，还是很想吃，这是台湾价钱的几倍啊！下车了。我看看这面，太近了。可以 ，OK。耶！我们要等酱。OK， 那我们就随便拿一个喽。耶！哎，我说好吃的是这个版本吗？好吧，就这个咯。呜呼，包装的超好的，一个小的哦，袜子拍进去了 ，so cute， 很适合你一个人煮面啊什么的。And then 最后一个最大的，耶、yeah, ，这样就可以煮很多你想要吃的那个咸粥了。对啊，很久没有吃咸粥了，大中小，所以这是中。盒子的设计也太可爱了。我们最近比较忙，所以就有时候会在网络上下单。我们买的豆腐居然是这样包装的、哦。哇，去掉！哈哈哈哈，难怪。难怪那么便宜，是不是？嗯，营养豆腐，日本的。OK， 所以这一盒里面就是海苔豆腐跟酱油。真的，是一挤之下全部点进去。这是什么？绿茶海苔。绿茶海苔，这太有趣了吧 ？OK， 这包也是保温的，保冰。保冰的是什么呢？保冰的是，哎，你的养乐多，哈哈。对呀、啊，小盒泡菜，哇，这也太小了吧！然后还有2个青椒，太可爱了吧！一袋的萝卜。这个盒子的部分，我是觉得有点资源浪费的感觉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哎呀呀！那你可以把它拉一口，因为不是粉做的嘛。
Missing you. Oh, thank you so much. Welcome.可爱，哥，好，这个。带走应该都一样的吧。我的苏酸锭 ，Thank you。好像不用推车，因为这台就是。哎、欸，这也比较便宜耶。他说这个比较舒服，这个太辣了。Avocado 大涨价哎，原本4块5块就有了，现在涨一倍。呀！嗯，不要好了。谁知道啊？买你在干嘛？买这个，它还有另外两种，不知道好不好喝，喝喝看。还有纯的 celery 芹菜汁，我们买的是综合的。10.99 7.89这个应该可以。这个也放筷子。直接放到袋子里，有吗？哦，就这个，是有柚子，这好像是酱汁了，嗯、不是汤底。好吧，那就不要。伞没了，耶、yeah ！就拿吧。哎，为什么两边照片不一样？对啊，耶、yeah ，就它喽。就这样。个两盒吧，腌菜，哦，空荡荡哎，架子上是空的耶，奶油酱油翻一倍，哦，酱油，嗯，看起来不错哦，是哪里的？是大阪的。哦，好吗？就它喽。你想要吃这个？好啊，你要毕业，你最大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。那我不敢吃。啊啊啊！你吃了就可以毕业，你吃了，对，你吃了就。个一。会不会太多啦？不会啊，怎么那么难弄？好，耶，又要哇，31、32块，都可以，谢谢。好，那就随便一包，这包。好，还不错啊。回家了，就这些。好。
有吗？哦，好多蜜饯哦。嗯。有你要的吗？没有。三大片的。它不像是我喜欢的哦。哦，好香哦，这感觉很好吃，好香哦。这是对呀，皇室。嗯。可以做白木耳跟莲子汤。龙眼干，嗯，第一次看到龙眼干本人。Thank you.